超大超柔，你看大口袋。四种尺寸就是 S M L X L， 只要穿不一样的外套呢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最喜欢就是这种帽子，这种你看超大的，它每一个帽子都是可以拆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Mika，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情侣外套这个。我觉得藕色系今年呢其实真的非常流行，因为它看起来就是有违和感。对，然后呢毛毛你看超大超柔，你看。好，然后呢，前面这个呢就是大口袋，对，大的口袋，很深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微微集体的感觉，超通的，超通的，对，然后里面呢就是内波毛，这件外套后面还有一个刺绣设计，休闲带一点就是不同的一些点缀，四种尺寸就是 S M L X L， 我穿的是 M 号，我穿的呢是 X L， 那我觉得这个颜色它非常的显白，而且它这个白色跟这个做一个。颜色搭配，男生穿起来其实也很好看的，雾面质感的黑色。那像这样毛毛的啊，我跟大家讲，就是呢，它也可以做拆开的。所以呢，假如说你今天呢，就等于是一穿可以很多搭，像这种是一起，它其实就会非常的有质感，穿起来就会非常的亮。它是用白色去作为毛毛也可以拆的帽子。我觉得这个绣线非常的可爱，真的很好看。那长款呢，其实也非常好看。黑色呢，真的就是一个超级。基本穿搭，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帽子呢？它是做有点点黑灰色，就是、真的非常的有层次感。它的袖子也是做这种双扣的设计，如果你怕风太大会怕灌进来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往内扣，把它扣起来，这样。它的口袋非常非常的大，我们呢里面呢都穿一样，所以呢冬天其实非常重视外套，只要穿不一样的外套呢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那这样子的性质呢，我觉得女生穿起来会非常的有气质。这件款式呢，其实呢就比较会有公益外套的感觉，就它这里就是有做很多很多的细节，然后还有口袋，像这个扣子就是做细节做的比较多。那帽子呢超大，我最喜欢就是这种帽子，这种你看超大的，袖口这个螺纹的弹性做得非常的好，穿起来很舒服，不会太紧紧卡卡的感觉，带奶茶的杏色。穿浅色衣服呢，就会让每一个人的气色呢变得非常的亮。它每一个帽子都是可以拆的哦。它的毛毛呢是用黑色，然后它机体呢是做奶茶色。看完这么多毛毛外套，你会喜欢哪一件毛毛外套呢？趁冬天赶快入购哦。